台闽强台周三多县市是停班停课一天，那就可以看到有电影院呢已经将铁门拉了下来，并且附上了告示，告知说目前暂停营业。周三包括美丽华影城、诚品电影院暂停营业，国宾威秀北部影院暂停营业，南部则营业到下午，秀泰则是部分县市暂停营业。不仅如此，担忧风雨延续，业者也关闭了周四电影院售票。预防性的暂时关闭也是避免观众可能接下来会在订票之后产生退换票，造成一些困扰，所以当然明天的一些场次可能会暂时先预防性的先关起来，那如果确实是可以营业的话，我们再打开来营业。信义商圈周三也是十分安静哦，整条百货呢，包括星光三月、微风、原百呢，都在休息。百货公司也休息一天，并做好防台措施，堆放沙包，窗户贴上胶带。北部多地百货暂停营业，包括台北101购物中心、金站时尚广场、远东搜狗百货等。民众放台风假难出门，也能看到部分品牌业者转向网络商场推播优惠讯息。超商方面，除了加强全台门市防台作业，也满足民众采买防台商品需求，同时开设了线上防台专区，让消费者一站式购足，也能就近取货。新唐亚太电视曾一豪、曾新敏，台湾台北报道。